妈祖慈悲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进入妈祖网络大学堂，大家来学习命理五事的一些知识。顾问曾经分享过，人的神通的来源有五种，一个是灵通，一个是鬼通，也可以说是妖通，再来是报通，还有医通，还有法通。就是法通，就是修通。所以一通就是学习命理五事的这些易经八卦、五行、天干地支这些命理的一些知识，就叫一通。我们可以得到五言六通。所以我们呢，妈祖的网络大学堂才有所谓的学习命理五事这一些的课程。那今天呢，顾问呢要来分享姓名学。很多同学呢都会来提问，他提问说，那今年是老虎年，水老虎练眼人，练魁为水，所以练年为水老虎。那顾问说啊，今年姓林的啦，木子李啦，都不错。那今年呢，第一个字呢，你是有木，那因为水生木。那木呢，那老虎为寅，又是木，又互相呢木木成林，就互相帮忙。只要是像水人生的那年人，或木人生的，或是火人丙寅人的老虎，它的整个格局都很不错。所以一到有双木林的。生林的生也有林，那个生肖啊，会是有怎么样的吉凶来跟顾问跟这里分享啊？双木林，如果你姓氏是林，那因为阳边为木，所以你配合你的天干，天干甲乙为木，就会互相的帮忙扶持。那丙丁为火。啊，木会生火，你说你光明会很旺，光明就会很旺。那木生火就会给你加油，所以老天会给你天寿，长辈会给你天寿。那戊己为土呢，木克土，你就比较忠厚老实，比较不动，被克制的，对父母长辈影响就很大，把你限制一点自由，那你就不要太固执的。那庚辛年为金，那金克木就麻烦了。你第一个木，金克木呢，就容易有中断、挫折、夭折，修理长辈，所以你要很小心，步步为营。啊，壬癸为水，水会生木，木就会长大。像今年生的双木林、木子李，就水生木。你逐渐会越来越好，越好，逐渐成长，会越走越好。那木呢？遇到老虎，当然就很不错了啊！因为老虎为木，就互相的帮忙。因为木老虎在林中是蛛网，所以今年姓林的小朋友都可以当王。当然，你第二个字、第三个字，过程跟结果也要起好。那过年开始来比对各种生肖。天干我刚刚已经比对完了，再来比对地支。你第一个是林，那第二个是有林，第三个是有林，那阳边一边，阳边就看得到，很明显主男生，阴边是看不到的，隐藏在里面的主女生。OK。那第一个字呢是长辈，第二个字是平辈，第三个是晚辈。名情财，名情财，当然它有行运。第一个字到20岁，再来到40岁，到60岁，我们这个道理逻辑在前面固有讲过了。那我们再来比对这个生肖，刚刚天干在比对生肖，寅老鼠呢？在林中，树林中的老鼠，那老鼠是有小偷，就会盗林。
那是林中的老鼠，当然是野老鼠，不是家老鼠的。可是林中是有老虎藏在里面，所以你是可以提供情报给人家，可以帮助人家。老鼠为水，作为水生这个树林，就会帮助别人。第一个字就是帮助长辈，第二个字帮助平辈，再要帮助晚辈。可是要很小心，林中的一个盗林的一个老鼠，所以我们偷偷去盗一些东西来帮助别人，对，偷东西来孝顺父母，来孝顺母，所以不要有偷，因为林有木，木代表兔子，老鼠遇到兔子就抢人家的窝，就有偷，那偷了回去帮助我们的情人和帮助我们的小孩，可以看到你哪一个字在哪个地方，所以林遇到老鼠就有抢窝偷来帮助别人，或者别人来帮助你，抢来偷来帮助你的那种形，那个形，那个像就出来了。所以林中的老鼠呢，要小心不要去偷盗。一到牛，牛到林中不能走快，走快就会碰到了，头就碰到了，尾巴就碰到了。所以牛走入林中要小心，步步为营。所以他第一个字是林，是牛，就会步步为营。第二个字呢，就在人世间平辈感情会步步为营。第三个字是收入事业晚辈不能冲，要步步为营，要小心翼翼的，要很谨慎。所以姓林的是牛的，就要步步为营，要很小心谨慎。那老虎呢，就最喜欢林了，林中之王就是老虎，林里面就是藏着老虎。他得这个地，他第一个字他天生的老板，或是爸爸妈妈就是领袖人物，那将来会很有名。他其中就会有一项，不是父母是王，那就是自己会当王，不然就自己就很有名。因为第一个字，第二个字是你的老公、你的太太、情人、兄弟姐妹，就会当王。第三个字呢，你彬彬有礼，那个林在阴边，你的最后的结果跟财库就是王，林中之虎就是王。所以生你的生，那老虎在生你就当王。那第三个字就是你孩子是王。在兔子，兔子一离到林里面，林中藏着老虎，所以兔子就很怕。这时兔子的走入林中，就会很女生就很怕老公，很怕父亲，很怕老天，怕神怕鬼。当然他是金兔子，他还会修理老公，修理天，修理父母，要看天干配合天干。那第一次是兔子要临终，这迷失在临终的白兔，对不对？小白兔，兔子跑到临终迷失了。那还有老虎，我被惊死，很怕。那木呢，就是本身就兔子，兔子会跟兔子在一起，你会长得很可爱，可是你就很胆小，你要很胆小，要很小心，因为你在林中鞋子会被老虎出掉，就要很小心。你最好你的名字里面要有洞，要能躲起来。第二个字、第三个字要有洞，不然又有剑啊，又有刀啊，你就很麻烦。还是有蛇，你会怕蛇。所以第二个字林，属兔子的要很小心。可是你会很可爱，老天也会帮助你。夜幕，只要你很可爱，像兔子的个性，得人家疼，也都不错。那兔子在龙，龙入林中就被困住了，啊，木为兔，龙兔就相害了。所以龙入林中就龙虎斗，你林中藏个老虎，就会龙虎斗，那龙会斗失，会飞走了，就离开了。所以属龙的人不要用林，不要有林，不要入到林中。那蛇呢？你双木林，或是中间，或是在下面最下面的字，你有林，你要高高在上，
你第一个姓氏是林，你要高高在上，这一辈子要努力向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林中有老虎，老虎吃它，它也反咬一口啊。所以你一定要高高在上，就有灵的，属蛇的，一定要高高在上，要住楼上，而且功名第一个字要高高上在上，你身份要追求很高。第二个是做你的配偶，你的平辈一定要很高，你晚辈就高高在上，你的收入地位要越来越高，你不能做基层员工，因为蛇在下面被老虎叼走了。临终有老虎会把你叼走，是癌症，所以你的名字再有这个癌症的象征，你就100%癌症，很危险。所以属蛇的姓林的，我都叫他住楼上高高在上，不然你要身份地位很高啊，偷天处不要住，一楼不要住，高高在上比较安全，比较安全。那再来呢，马路林中，跑不快啊，你跑快就被树林挡住了、啊。可是林中有老虎啊，你做事情会马虎马虎，你不能冲快，不能冲动，要慢慢走。可是说又马马虎，顾前不顾后，所以马不喜欢林中，没有办法奔腾发挥，顾前顾后了，啊，常常撞到。那羊呢，羊到林中，林中有老虎，羊入虎口啊，可是他目是兔子啊，兔子跟羊是三合啊，所以你长得可爱温驯，那你当然还有功名，可是呢你会怕老公，女生会怕老公啊，老公是天啊，会怕长辈，会怕神怕鬼的，你比较胆小，你是羊的在林中，羊入林中，所以羊的林中有老虎啊，你要很小心啊，所以顾前顾后看啊。那再来是猴子，猴子在林中当然要爬高高啦、啊、因为下面同样有老虎会吃你啊，所以它跟蛇一样，它要爬到上面去，爬得越高，所以身份地位要怎么高啊，你才会安全啊。所以你有林，那你有属猴子的，那你又没有住到树上，你住在一楼一楼，你就会被老虎给叼走了，就有危险了，就有危险了。那鸡呢，会上林上当凤凰，你也要努力超越，但第一个就超越你的父母，超越神明，你要修行啊，要恢复你的活性啊，你要比他还高啊，这会到林上当凤凰啊，不然你今年遇到兔子，这鸡兔不同笼啊，木是兔子啊，你没有胆，你胆小啊，你就没有老公，没有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会上林上当凤凰，你要努力向上。那狗呢，啊，林是老虎的地盘，啊，狗入林中，啊，木就是木棒，打狗棒，啊，你就被欺负了、啊，所以你待的地方待不对了，所以在第三个字，你的事业职业不对了，你被欺负了，然后打狗棒会打你啊。再有猪，啊，林中哎，林是木，是兔子三合。好像不错，可是有老虎在那边啊，所以猪入林中啊，你要慢慢来啊，要小心翼翼，要扮猪吃老虎啊。猪为水，水可以生那个木啊，那个兔子也要温驯，所以你个性怎么要温驯呢？啊，你就会心想事成，可是要懂得扮猪吃老虎，装得很客气啦、啊、很温柔啊，其实懂装不懂啊，大智若愚啊，你就很好。那以上呢，棍对林这种地形地物，对天干跟地支的吉凶做一个说明。
新民写要活用，不要以一断之。那全部都写过以后，那你看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情景，比如说羊入林中，一只羊走入树林当中，它会走得很快吗？可是它还是可以走，因为它还是可以走，可是它很胆小，因为随时有老虎会出现。可是温温信信的乖乖的，就可以跟老虎处得很好，你不要凶。所以你姓林是羊的，不可以凶，你一凶都变老虎了，就羊入虎口了。所以你会去想象林就是树林，那林中藏一只老虎，可是树林的木又是温柔温驯，就变兔子。然后来比对你的地支，你就看到那个象的吉凶。以上呢是顾问的分享，姓名写的一些逻辑道理，各位要相信，这是一通学习五四命理，你懂得五行、地支、天干，你就可以看出这个象，你就开天眼、开慧眼、开华眼、开火眼。以上呢是顾问的浅见分享，感恩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妈祖慈悲。